另外一方面，民进党的县长候选人刘兆豪也不甘示弱的6号下午选择在市区的一家餐厅举行客家后援会成立大会，而客委会的副主委杨长正也特别前来站台刘兆豪，并且重申自己的客家政策将会打造台东成为客家文化的友善环境。在场数百位客家乡亲大声力挺，希望参选第五次台东县长的刘兆豪能一鼓作气拿下县长的宝座。刘兆豪，动身！平等的一个法则，所以他的考刘兆豪是多元价值最好的模范，所以拜托你邀请啊，党国你有也从你牙签住，几多功夫，台东做过办个神丘，牙签签住，但是呢，还得其他他敢入场。有这样的方式，好不好？哦，每天早上这么早起到台北开会，开完会，这个中午录影，录完影之后再坐火车、坐飞机回到台东，开始跑行程，跑到半夜。哦，每天日复一日这样的生活，有很多人抹黑他，说阿里东底台湾那种，你阿东国底台，东国底台当，于是盖水民众，当你在电视上看到他的录影节目的时候，他已经出现在你的家里，就是这么认真。被吹到安尼盖困难，酸气盖，拜托你真的我盖，谈过好有酸。哦，那这位来个支持好不好？蓝绿双方都在6号举办后援会成立的造势大会，代表民进党参选台东县长的刘兆豪。在一家餐厅举行客家乡亲后援会的成立大会，他用最真诚的语气，希望能争取更多客家乡亲的认同。不能啰嗦啥哈，正边周围啊，大家吼非常非常 DIA 啊，非常欢迎的欢迎的客家啊，客家合同，客家合同，你在那个宝山路啊，在宝山路那个地方啊，现在就是一个啊客家学堂，学堂哦，哎，以往啊，将来啊，将来嘅同客家吼，向下来上嘛，向来同家乡哦，将来呢啊，客家非常关心嘅客家文化吼，一胎一胎传承下去，爱送送咧上啊吼，爱去爱去爸爸妈妈全部嘅喉咙面吼，啊爱去食吼，爱去培养去客家面吼，还有我的家族里面吼，就是我的孙子辈、侄子辈的孙女辈也有。嫁娶是原住民的、哦、所以做在讲推动院吼、哦，有后农民，有汉民，有原住民，有新住民、哦哦、所以多年的作品做在讲迄推动院最强最强的风景、啊哦、所以啊，作为咧推动院的院长吼，也、有一个责任吼，将安尼推动院每一个族群的文化、哦、全部啊，不遗吼，非常非常有自信咧，一胎一胎的传承下去。哎，这个周院总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责任，请大家相信，请大家吼相信，因为也会客家先咯，刘兆豪吼一定会上万大拍大拼吼，将推动因每一个族群的文化都全部做得有信心、有自信的一胎一胎的传承下去，大家说好不？刘兆豪强调，未来有机会入主县府，一定会让台东发挥多元文化的特点。打造出客家文化的友善环境。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道。